乔三，混血刺客克服自我心魔，为争取自由抛头颅洒热血，当个创世神，一砖一瓦发挥无限可能，超人气游戏登陆家用主机。ACG 大百科，波斯王子重温 DOS 年代的经典动作游戏。强作玩透透，暗黑破坏神三，万众瞩目的超级游戏旋风正式来袭，席卷全球无人能挡。精彩内容尽在巴哈姆特电玩风。Hello， 各位玩家，大家好，欢迎收看巴哈姆特电玩风，我是汤尼。Hello， 今天呢，汤尼带大家来到的地方呢，是台北的世贸艺馆，现在在这里展出第19届的 GTI 展。哎，这里有很多大型机台的游戏哦。那什么是大型机台呢？你们可以看到，像我身边周围有很多我们小时候都有玩过的游戏机，对不对？就是投10块钱，然后就可以坐在上面，然后晃一晃。超级战舰的玩家们应该都对于剧中出现的威武船舰还有海战的场面感到印象深刻吧？现在玩家们也可以在家中的主机上再度体验电影中那种飞弹鱼雷舰炮齐发，将敌人轰个灰飞烟灭的快感咯。游戏与电影中的剧情互有相关，但主角可不是同一个人。在超级战舰的游戏当中，玩家将扮演正在夏威夷群岛上演习的美国陆战队爆破大队的精英士兵。当电影中的角色们在海上风光时，陆地上的苦差事就要全交给玩家们处理啦。在游戏当中，除了与外星部队作战、摧毁敌方设施的 FPS 部分之外，超级战舰前身原本是有着历史悠久的桌上游戏，所以当然也保留了战棋要素与壮阔的海战部分。玩家们必须适时的透过 PDA 像下棋一般指引雷达失效的我方战舰进行作战，只要玩家们将敌人利落的爆头，还有机会获得强化战舰的各种道具哦。哈哈，臭外星人，接受莫老大密苏里号战舰406毫米的巨炮洗礼吧。看这方方正正的世界，点阵图的画面，手上的工具是不是很眼熟呢？原本在 PC 上风格独特的原创游戏 Minecraft 当个创世神，这次登上了 Xbox 360，而且支援单机双人模式哦。快找你的朋友一同来一格一格的打造属于你们的神话吧。没接触过的玩家可千万别被这惊人的画质给吓跑咯。这是一款内容丰富到不行的创意游戏，你要从一无所有的状态徒手挖取一草一木，制作简单的工具，堆起自己的第一个家，然后不断的探索，搜集各式素材，将素材加工，制作武器打怪等等，几乎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冒险。不怕这些方格能做得太少，只怕你的野心不够大。除了保留 PC 版以往的功能之外，这次推出了超人性化的精亮界面，让大家可以直接从分好类别的选单中选取自己想要制作的东西，在上面点一下，只要身上有足够的素材就会直接扣除并且制作完成咯。再也不需要记一大堆的排列方式和合成表了，是不是很佛心呢？新旧玩家们一起来再度创造新的传奇吧。和远在七次元之外的少女展开只有两人的同居生活，
这种听起来让人摸不着头绪是梦想还是梦话的台词。只要有了境濑之空这款 PS Vita 连线专用游戏，就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空谈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透过 PS Vita 跟 JB 失去记忆的少女 EN 接触，因为她所在的那个世界时间流逝是和我们现实世界相同，所以啊，只有在 EN 醒着的时候可以跟她聊聊天谈谈心，人家在睡觉的时候啊可别去吵她哦。如果想要找回 EN 失去的记忆，就必须要进到梦世界模式里，而且啊还要依赖精灵夏尔的力量才行。拿起你的 PS Vita 吧，使用照相机功能来扫描周遭物品上的条码，就可以顺利的让夏尔诞生来帮你咯。接着再通过潜入闸门进到 EN 的梦境里，伫立在此地的各个废墟，只要派遣相对应属性的夏尔就可以顺利修复。完成了之后 ，EN 的记忆就会渐渐恢复，让大家更了解他的过去和世界的真相。各位拥有纯洁之心的绅士玩家们，准备好要跟 EN 一起度过甜蜜蜜的两人生活了吗？由韩国游戏商 Zepto 研发，全球累积上千万玩家的线上射击游戏 Point Blank Online。最近终于正式定名为自由之心，要带领台湾玩家们一起来感受城市枪战的刺激咯。在这一款强调高自由度的自由之心当中，除了有琳琅满目上百种著名枪支武器可以让玩家们一一把玩之外，还有像是内红点瞄准镜、小音管与双弹夹等强化配件让玩家自由搭配。另外游戏还拥有特殊的称号系统，在爆破、歼灭、死斗等多种游戏模式之中，系统会给玩家们许多不同的小任务，只要完成就能够解开称号。而这些称号可不只是挂着好看而已哦，它可是会影响到玩家角色的基本数值呢。不过可不要以为只要武器够大把、称号够杀气就稳赢喽。自由之心的对战地图当中还有许多特殊的装置，像是即使进站的电车、可以打爆的车辆等等，玩家们可要小心，不要被碾过去咯。在有的地图里，玩家甚至还可以跳上直升机，对整个场地的敌人来场机枪大屠杀呢。哈哈，你有张良计，我有直升机，看你还往哪里跑。刺客教条三：混血刺客克服自我心魔，为争取自由抛头颅洒热血。